南韩首尔今年的学生人数比去年减少了17000名以上，低出生率导致学龄人口逐年下降。和2020年相比，今年幼儿园、小学、国中到高中整体学生人数减少了85000多名，一共83万人左右。매해20000명안팎으로줄었는데4년간감소한학생수를보면초등학교학생수비율이절반이상으로가장높습니다같은기간서울시내초등학교에서1129개학급이사라졌습니다以南韩小学来看，全校学生低于240人的小规模学校持续增加。南韩教育当局透过学校合并、搬迁重新安排等方式，改善因学生人数减少导致学校营运困难的情况。서울시교육청은도시형캠퍼스라는이름으로소규모학교를분교로개편하는한편학교신설조건이되지않는경우분교를세우는대책을진행하고있습니다학력인구감소와지역별학생수불균형은도시형캠퍼스라는새로운모델로응전하고있습니다南韩教育当局规划分校因应少子化，像是首尔这个公寓园区新建案，6个园区超过3700户，预计学生人数达不到设立正规学校条件的36个班级规模。지금은아무것도없는이부지에초등학교가들어설예정인데요걸어서15분정도거리에있는학교의분교형태입니다另一方面，由于少子化趋势，既有校园的空间多了出来，学生用不着干脆分享给附近居民，或是在建校时就先规划缩小建地。位于首尔瑞草区的这一所梅轩小学成立于2008年，校园里没有操场，学生要上体育课时就到临近公园的足球场。개교때부터구청과협의해학교건물만짓고운동장은주민들이쓰는근린공원을사용하기로한겁니다단수업시간에만학생들이전용으로쓰고나머지는주민들이자유롭게쓰도록해동선을철저히분리했습니다未来所有地区将增加这样的学校，首先将现有学校用地和社区设施分成3种：完全专属学校教育的空间和地区居民的公用空间，地区社会专用但可以和学校共享的空间，错开学生和居民的移动路线。首尔市教育厅希望在学龄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下，活用剩余学校用地。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